早安。更新改的有点也怪是怪怪的，怪的。然后刚沿路尾随他寄过来，看到他偷你钱，对啊，他应该是偷我钱吧？可是我看他钱，结束他小雨钱没减少啊。感谢大圣哥，就觉得偷钱很奇怪啊。小雨，你身上有绿宝石吗？当好绿宝像石有几颗，被在刷有掉城了市吗？吗？好像有，虽然是偷到身上的，不是偷到一背分包钟里。打雷。谁？快投吧！谁？谁？你绝对决定啊，绝对是国王啊！对啊，国不王然也要先验决定谁了，啊？还先验。是要小雨要点名小雨要点名面试去看。喜欢我了吗？对啊，三人点名。感谢大干爹的捧花。快点，快，1分钟，1分钟。啊，得得，哎，杰瑞两个人，得得得得得得得，不是我啊！那你干嘛算点你呀、啊？你哦，点你了，来，不是干嘛算你我，呀、不是，啊？你说小现雨在已是经是三几了，好号，吗？好的，这样，哦，不是，小雨不是，是我，破除了，破除了，走走走走，冲啊哎、欸，冲啊冲啊冲他啊们怎冲么又啊！马上发起呀、啊？他可以这样子中啊，间他可以中这样间子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就是哦，现在中可间中以间，早上，好快哦，他第啊。嗯，好快哦！完了，完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回完去了，了，去了，没去了，了，没了，他没怎了，么那么回快去了，回去了，因为我们刚刚有也停顿了一下。哈基，现世报是怎样？哦，是哈抓基到回来了，了，所以而且哈基现世进来报了，了。现世报了。嗯，哦，好好，吼吼吼！对，我还没升装备哦。顾着升一挖，下，别升一读下。等下，顾着挖，忘记去买装备啊！升个，升你是太明显个，了，对，太你少当太间开谍心了，啦，你，太少当间谍了。你出国太多次了，被发现了。真的被抓没有到啦，我了。觉得人太少，这样子第二场用赌的也是可以赌到啊，就变一定二分可之以一啊，几率了，对啊，很容易中，难。没关系，太少早了，点过来也好。嘿嘿嘿嘿嘿，可以他开一始动去，漫了。好像在上面，然后他这边丢牛排给我，就然后最后还偷一下小雨的钱。可是没看到有偷到哎、欸，你有偷偷到到吗？拿到绿宝石吧？我这里没拿东西啊，对有啊。东西吗？可是小雨你死掉，刚刚也吸到绿宝石啦，对吧、啊？他死掉，你应该也吸到绿宝石啦。可是我没有吸到啊。对啊，好神对奇啊，哦！那钱应该是直接消失哇，就这样莫名其妙不见了，啊，直接被征收掉，哇，征税被征走哎，哇，课税课的真的很凶哎，小雨好美，快了快了快了，买一下买一下，好了，十项全能，所以他玩几百分啊，你还不知道谁。还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刚刚是想猜谁啦，可是我是观察者，不能说了。午餐，午餐。我关麦跟观众说。哎、啊欸，你有开台啊？就、啊、没有，他打字就只是不参与而已啊。哦、hey。你可以观众常来啊。就等观众场啊，投台投。感谢巧克力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想投一个出国，也出国很多次的，哦、没有出国很多次的、啊。我猜是音乐啦，最早是就被出国那个啊。我猜是音乐啊，所以不知道那个四川来的，四川来的，有个保护地啊，应该是四川啊，四川团，四川川国宝的那一位，对国宝，他、啊、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国王，国王可以投投看啊，反正还有一次机会。啊，我是觉得投了，这次投完应该就不行了吧？一天只能投一次的样子啊。可是第二天可以啊，现在就可以投啦。如果你没投到，你要小心间谍搞你而已。对啊，我是觉得你投我你会后悔，因为我不是。然后之后你就有了手了。巧克力了。哦，楼上没有，楼下楼下。楼下哪里？那个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的商人那边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那边，我们在买东西。
我们在地下一楼，所以没人不知道。你很烦。楼梯在哪里、啊？快死！快死！快死！死了！快死了！为什么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来！我来！我来！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他们家是不是？对他们家。哇，他们家那也没办法、啊。我带回来，我带回来了。好，好，来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哪里 ？Cover，Cover，Cover，Cover。哪里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哇，他鸡在绕，对不对？对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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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赶快过来，赶快！鱼是间谍，鱼是间谍，投鱼，投鱼，投鱼！哎呀，被发现了！直接投，直接投，直接投鱼！快快快快快快！投了投了！快确定，快确定，确定，确定，确定！我确定，我确定，我确定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宝石，快点，宝石，宝石，带回去！好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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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饿！哎，投了，投了，投了，那个怎么还没过去啊？你要确认一下，你要确认一下。嗯，你要确认。他是无敌，他是无敌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呦，绿宝石先捡，绿宝石先捡。不、哦，那我只好这样做喽。你要干嘛？好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这边有点危险。哦，他打死，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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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。可是杰克复活了、啊。杰克复活了。下去啦，对吧、啊？死爆。结论、啊。打杰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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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杰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哥，小哥，你们身上有没有石头啊？有。一拳。一拳，一拳倒，一拳倒，一拳倒。哎、欸，我卡住了，等一下，我卡住了，欸、我卡住了。杰克，你杰伦，你有危险哎、欸，是你了。我上，我上，没事没事。我卡住，我要帮忙挖石头帮你们叠路，因为刚刚把这边路全部破坏了。这超难过去的。糟了糟了，是了是了是了，等一下，一刀一刀。哎，你怎么还没下去？我帮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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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帮你。过去了，你先过去啦。都留在这里。哎，杰瑞也死了，杰瑞死了，赶快赶快赶快。可能来不及了，因为我是在他们家的。宝石在神了，这里这里这里，石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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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死了没有啊？哎、欸、哦，那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走走走走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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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我没有力量，我没力量，可以反打，可以反打，先回去，先回去。有小雨，我路都叠好了，拿回去。太好笑了，巧克力以为他捡到，结果走到国王宝座前面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他捡到的是，捡到是我的，捡到是我的，所以一两边都有。对，我复活了，我复活了，所以是也。哎呀，我那个交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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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要丢了，丢吧丢吧，丢，已经免了，已经免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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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哎呦，好了，我又猜对了、欸，哎，你又猜对了是不是？我刚刚说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是赢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超垃圾，啊，来啊，我要再讲一次，因为的表现太新手了，很正常，就是什么事是这样子。对啊，他一开始装备应该都要升一升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发现我没有升。”应该是他应该存钱买了很多炸弹，想要留着用。炸弹呢、啊？哦，只是他最后没用这样。有啊，他用一颗就是丢哈吉，他丢哈吉啊，在路过的时候。太强了。我刚刚想说这两个一起冲过去，其中一个一定有鬼，然后想说要怎，我想要提前哈气的时候，看到影月把他丢弃。我刚才也是余光看到影月丢东西。嗯，不是你呀、啊，点名。啊，被叫回家啦。集合点名，集合点名。哦。哇哇，好像龙眼怎么、哦、快超像香菇的哎、欸，下来的香菇。对啊。为什么是香菇？龙眼块下面一条天柱。哎、啊、哎，杰、欸欸、瑞，这给你，地上。哦，你后面哦，杰瑞，你后面。哦，丢错了。把稿子丢下去。巧克力想干什么？跳不过来吧？你想干嘛？他想跳过来啊。好主跑。你在干嘛、啊？他身上是有好装吗？还是没有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有几刚没有打，应该还有一点吧。旅行商人，
嘿嘿嘿，偷钱的，偷钱的，偷钱的！打得赢他吗？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！喂，烦你！我每次只听过哦。五个！老团，你好可惜，又有装备换。对啊，没有重点是我没有路，我路没有路过去。楼梯口下面，下面。先要水。我没有路过去啊。他死定了。他自己有没有石头丢地上，好不好？我有，可是我现在他在我们家里。小心。真的，你为什么那个的感觉？哎，我这样好可惜哦。有一点啊。哎，王座前面有石头，你要不要慢慢走过？好好，但是我怕被他回到，就好笑了。我被回到了，我要走了。你要在跳舞哦。哎哎。我的哎，不用白痴了，他也回不去了，他也回不去了。我的肉回不去了，正在买。哇，我有需要肉了。Yeah. 啊，可惜。阿锦装备降阶了。好哦。我剩一分钟哎、欸，做不到什么事情哎、欸，其实。对啊。他帮你补一分钟了。嗯，剩一分钟。我说我啦。哦，隐形剩一分钟。团团，你看左边，想办法，把他打下去。看看，慢一点。啊，没打到，可惜。嗯，好，我来玩看那个内招。团团要玩隐形兵啊、哦？对啊，我刚刚那隐形兵啊，没有玩到，没弄到。去挖哦，凤凰台前面空空的一个窗户，我好怕啊、哦！很恐怖哦，他们真的是很过分，每次都用后勤。什么东西？他们用他们后勤，他们每次在打后勤的人，超坏。哎、欸，箱子怎么被炸掉？雨月啊，都是雨月啦，都是雨月，每次都要别人偷偷来。耶耶耶！你还有石头吗？哦、我们这个他今天也要引吗？对，好，等我。中间是谁啊？小雨吗？衣服脱了。我。好，脱掉，来吧。你要在哪边丢？这里吗？你不要丢错哦，不要丢错哦。好，然后一分十三秒可以。啊，白色哦，发光了。啊？赶快自杀、我自杀吧，我自杀再引一次。好哦。哎、欸，换我是国王了，白痴哦、喔，不能玩了啦！隐形国王哦、喔，隐形的国王，我看到了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这炸弹给你啦，炸弹给你。哦，换我要附魔了啦，我不想搞附魔。装备先给你，装备先给你，装备先给你。好好好。原来是隐形的国王的部分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后上面是转到转到后面哦，有人在炸。楼上，嗯，来侧边。哎、欸，那你装也不就没了？没有，在下面啦，他在下面，他在下面丢。哦，来，就上来。嗯，他在下面丢。啊，是、哎。影月在楼下一楼。他们书柜。他要去拿我们的重生宝石，他要去拿国王重生宝石回家。没有，他上不去，他把桥炸掉，他上不去。他自己把桥炸掉了。哎、欸，你还是没看到他啊、哦？有看到他了。你没打他，他走嘞、欸。他走啊，可是。看拿到宝石没有啊？他要去二楼啊，他要去二楼挖墙壁进去啊。哎、欸，你刚刚居然没追他，他叫他进去，他进去了，他进去了，啊，自己把气射下去了。对啊，这样，哎、欸，我们灵魂宝石，那我要丢哪？